OK， 我们现在要来玩还不错不错不错好玩的游戏。我们今天呢就是要玩血骑士这个新职业，今天玩的是这个暗黑破坏神的永生不朽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新职业，血骑士，受诅咒的英雄，然后他可以吸取敌人的鲜血，就是吸血啊。血骑士这个顾名思义就是吸血啊，你可以选两种，两种看你想要哪一种。你们想要看哪一个？血骑士男女，我个人是觉得看不太出来，但玩哪一个我也觉得都可以。目前呢，它是BattleNet 就可以下载，用 PC 版，你可以用 PC 玩。你看这个脸像，看得出来是女生吗？不管了，我们就先玩这个，好吧？好，先试看看。有啦，有一点啊，这老实说，这个，不要说颜值好了。比较哦，这边这个比较有，这两个比较有女生感，但这个很中性，这个超级中性的。我想要这个比较中性的字定。肤色血骑士，我觉得来个吸血鬼的颜色。这个看起来超中性，哦，这个有点帅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说的好像女生，不，她这就是你看，她是有胸部的，她是真的是女生，只是轮廓不像而已。已被使用。这个女生叫凯奇，找到娶阿 B 了。这个胸部像女生，她这里面很还蛮多那个啦。新职业我们就是大概玩看看，体验看看，详细的你们可以去他们的官网啊，或是他们的部落格参考一下他们的那个详细资讯。目前是欢庆一周年，它是暗黑破坏神系列的跨平台游戏，目前欢庆一周年，有很多大，就是有大型的改版，还有一些那个全新的炼狱难度，还有一些全新的传奇宝石跟一些战斗机制。免费，免费啊！这游戏手游就可以，手机就可以玩了。现在是免费畅玩 ，P 级免费畅玩。你去看一下，你去看一下我的那个定选那边的资讯有，直接可以下载啊！下载你们点进去之后，用电脑的直接点那个 BattleNet。三，一招完成，人都死光了，等一下再按。等一下看一下那个血魔士的血骑士的绝招，人好像太早，等多一点人。很多小怪要按吗？按一下。哇！我以为它是一个很大一招这样子，就它是一个时间性的。时间性变强好像也不错。哎，人呢？被晕了。哎，有上 Switch 没有？现在我看你们点那个啊，你们点下载连结，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手机版跟那个。哎、欸，按住二的话，跟他的技能是不一样的、欸。我刚刚是按一下而已。他的二的技能可以狂戳、欸，不是只有一下。大家可以一起揪团玩，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多人组队挑战，还有一些游戏的副本，它里面还有秘境，可以打秘境了。两个会不会太多？不会，好，就这样。
寻找队伍，有了，哎，44等，60等，抱大腿哦。哎，这个等级越高越难打吗？增加了两，哎，有人靠呀，有人退，把他那个踢掉好不好？波色芬妮没有准备啊，60等被踢了，44等大腿，我感觉他可能只是多练一两个小时而已，就44等。开始秘境，限时内击败秘境守护者，我要试一下刚刚那个新招。你不要痛吗？600多啊，600多其实还行啊。大腿是哪一个？欸，有点难打欸，好像44等的关系吗？我跟在他后面好了。没有，有限时的呢。欸，大蜘蛛，大蜘蛛。好像不好打，救命啊，欸，他们放生我，欸，他们打这个恐怖哦，后面有怪不打吗？真的不打，他们是真的不打。追上追上，小怪不用打，跟着他跑，那我就跟着捡咯。他们也在打小怪啊，其实蛮痛的，4秒 CD 四秒，我跟在他后面，这个经验值爆增呢，欸，不是他好痛哦，重点是为什么他来大进，他有马看起来就，欸，这个，欸，被挡住了，我的那个刚那个刀被全部直接被那个石头挡住，好扯，虽然也没有多痛啊，但是有点不爽。他们要找蓝色、黄色稀有怪。走走走。痛的，那个把技能那个丢出去的其实蛮强的。我这边的吸血技能好像没什么用。盾有点厚，打得有够快。是你那时候走错边了吗？哦，王在这里。爆大腿，89000的血，我也是有伤害的。
多刀。闪电之杖，哎，不，闪电之盒。The stories were true。各位自己有兴趣的话，没有白光。各位有兴趣的话，可以那个地选那边有一个《暗黑破坏神永生不朽》迎来周年大更新。我们今天玩的这一个就是全新的职业血骑士，然后大家可以点击连结就可以免费畅玩，手机可以玩，然后你们要电脑玩的话，也可以直接用 Battle.net 就可以玩。我现在就是用 Battle.net，Battle.net 的话画质蛮好的，而且又很顺畅，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最新的这个血骑士的这个新职业，好不好？自己玩看看，蛮多人现在都有回归，然后体验新职业的。